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传统风水学理论认为，房间的采光影响风水布局，而灯光的布设是影响采光的重要部分。如果房间里灯光设置不当，会对人的运势、家运产生不利的影响，尤其是客厅的灯光。那客厅的灯光太暗，对家运有何影响呢？灯具在风水中又起着怎样的作用？我们又该如何布置家居中的灯光呢？大佬今天带大家学习了解一下这方面知识。一、客厅灯光太暗对家运有何影响？一、大户型客厅灯光过暗会造成财运流失。对于一些房屋面积较大的房子来说，客厅会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场所。如果客厅内的灯光过暗的话，过大的客厅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灯光不够充足的阴暗角落。如果这样的阴暗角落没有足够的灯光照射，很容易带来晦气、霉气，让主人身上的旺盛运气产生影响，甚至会影响主人的财运。相对来说，面积较小的房子，只要一处地方有灯罩，能同时照亮到别的地方。但是如果灯光太暗的话，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借光补足光线。所以对于小户型人家而言，过暗的灯光对财运的影响则显得少了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很多商品房和小区房都只有个人居住，为了追求情调，并不需要太足的灯光。二、客厅灯光过暗易招惹晦气。如果客厅内一年360天都不开灯光，没有光线的通过，甚至白天窗户也不开来透光透风的话，那么这样的客厅很容易招惹晦气。不管灯光是暗与否，都应该隔一段时间通通光线和空气，带来新鲜气息，否则房子就会变得像陈年老宅一样阴森恐怖了。总体而言，客厅内的灯光应该尽可能明亮一些，才能让居住在里面的人聪明秀气。过于压抑黑暗的环境会让人变得意识混沌，头脑愚笨，对于心态也有很不好的影响，长此以往，钱财自然会流失。二、灯烛在家居风水中的作用。其实不仅仅是客厅，如果住宅内其他区域的灯光使用不当，也会对个人运势造成不利影响。这是因为从阴阳的角度来划分，用电能来产生光热的属于阴性的火，通过燃烧介质发出光热的属于阳性的火。现代社会大家日常生活用来照明取暖的绝大多数是通过电能来实现，而属阳性火的灯烛主要是用来点缀环境，烘托气氛。在家居风水学中，合理使用好灯烛布局，可以有效地调整主人的各方面运势。一、提升事业运势。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的人，可以在家中适当使用烛火，加强事业方面的运势。这些行业包括文化、教育、电力、冶金、传媒、娱乐、通讯、网络、演艺、餐饮、房地产等。摆放的位置在家中的东北方、西南方和南方。二、增旺财运。社会上很多对风水学一知半解的人都认为水是代表财富的，其实火同样有催旺财运的功效，尤其是从事贸易、服务业这类的行业，灯火有着非常重要的风水作用。大街上那些灯光昏暗的商店、餐厅，绝大多数都是经营惨淡的。经营场所以及家中的财位必须要灯火通明，财运才能顺畅，赚钱能力才能增强。摆放的位置在店铺的财位以及家中的大门、窗台四周。三、感情运佳。烛光能够给人温馨浪漫的感觉，在与爱人共处时点燃几盏烛火，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，增强感情氛围，弥合矛盾纠纷。我们很少会看到一对恋人在烛光中争执吵闹的场景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摆放的位置在家中的桃花位以及餐桌、厅堂、卧室等处。四、有利身体健康。出生在冬天的人适合在家中点燃烛火，以暖色烛光更佳，可以达到调节身体阴阳寒暑平衡的效果。人体内的阴阳五行达到平衡状态，自然就会百病不生，健康长寿。心脏功能较弱的可以将烛火摆放在家中南方，
脾胃虚寒的可以将烛火摆放在东北和西南方，肾阳虚亏的人可以将烛火摆放在家中北方，有风湿和关节炎的人可以将烛火摆放在东北和东方。三、家居中怎样合理安排灯光照明。一、款式与家居设计协调更佳。从风水上讲，灯饰的款式选择上没有多大局限性，可自由选择适合自己所喜爱的款式。如与家居设计协调更佳，灯饰选择的好可助运。如古典灯饰，它具有古典韵味，朴实而有内涵，起镇宅作用，可助事业运。时尚灯饰设计新奇，现代感强，起助人进步，催财作用。而华贵灯饰华丽高贵，大方体现，起到的是助人旺气的作用。水晶灯饰高雅华贵，星光耀目，起到旺财作用，可旺家中气场。此外，也有风水师以为家中有两种款式的灯一般不宜使用。一类是烛台型的吊灯，这类灯在风水学上被称为主丧之象，尤其是白色的烛光，由于类似传统上丧葬之礼用的白蜡烛，所以极容易为家中长者带来心理阴影，从而影响健康。第二类是下垂式吊灯，由于减少了天花板与地面的视觉空间，假如设置在座椅之上，会令坐者带来沉重的心理压抑，下摆处有尖角则更为不良。二、客厅的照明应灵活多样。客厅中的活动很多，是家庭的焦点部位，主要包括会客、聊天、听音乐、看电视与阅读等，为此照明方式也应多种多样。亲朋好友相聚，以看清客人的表情为宜，一般采用顶部照明。如果室内高度比较矮，2米6左右，建议最好选用吸顶灯。如果客厅高大，最好选用吊灯。听音乐看电视时，以柔和的效果为佳，建议采用落地灯与台灯做局部照明。在电视机后方安置一盏台灯，或利用灯投射在电视机后方的光线，以减轻视觉的明暗反差，享受读书的乐趣时，能提供集中柔和的光线，并易于调节高度和角度的落地灯或台灯是不错的选择。客厅中的各种挂画、盆景、雕塑以及收集的艺术品等，用卤素光源轨道灯或石英灯集中照明，以强调细部和趣味点，突出品味与个性。三、餐厅的灯光要增添温馨情调。餐厅的照明应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餐桌，光源以采用向下直接照射配光的暖色调吊线灯，安装在餐桌上方 0.8 米左右处，灯具能够自由升降更佳。如果受空间所限，餐桌位于墙边，采用小巧的壁灯配以顶部筒灯，可为餐厅增添温馨浪漫的情调。四、卧室要注意总体照明与装饰性照明相结合。卧室照明的出发点是以总体照明的主要光源为主，再配以装饰性照明和重点照明来营造空间气氛。一般我们可用一盏吸顶灯作为主光源，设置壁灯、小型射灯或者发光灯槽、筒灯等作为装饰性或重点性照明，以降低室内光线的明暗反差。如果我们有在床上看书的习惯，建议在床头直接安放一个可调光型的台灯，灯具内安装节能灯或冷光卤素灯，可避免眼睛疲劳。五、厨卫照明健康实用为主。厨房灯具的选择应以功能性为主，顶部中央装一嵌入式吸顶灯或防水防尘的吸顶灯，突出厨房的明净感。在做精细复杂的家务，如配菜、做菜时，最好在工作区设置局部照明灯具，如在吊柜的下方安装天花射灯或荧光灯管。有些抽油烟机自带有照明灯具，注意选用的灯具应该防水防尘，安全且易于清洁。六、卫生间光源应选择冷色调。洗手间与浴室中安装的主照明灯具可以是防水防尘的吸顶灯或嵌灯，光源色温应选择冷色调。镜前灯要有能防水、可调角度、
方便洗漱及化妆。七，家中宜常开三盏灯。不管布局如何，一般来说家中有三盏灯是必备的。首先是明堂灯，大门前的区域或是住宅的明堂，其上安置指示灯，有助于明堂后各家住宅的运势，起到共同繁荣昌盛的作用。其次是长明灯，家居中安置长明灯及彻夜点燃的灯火，在夜间家人入睡后，家中的活动能量降到最低点，点燃此灯既有夜间出入照明之用，又可增补家居中的能量，使其保持一定的水平，有利于催旺家居。第三是财位灯，进门对角线45度处是风水上的形象财位，用灯照亮可令全家前途光明。除了上述这些，大佬提醒，家居灯饰一般不宜选择红光灯及有大幅度闪烁的霓虹灯做装饰，容易令人产生浮躁不安的心理，因此建议大家也一定要避开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